Welcome to Forever, man. Let's go. Come on. It's forever. No surrender. Yeah. You know that this right here forever. Go. And there will be no surrender. 关于这个东京转圈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在电位，还有三个设备来做指导方针。第一，我们在强化主题空间，那把这个些地带就碰面的话会，那规划这个温泉系统，让它变成一个友善的这种温泉空间。那就是一个在电位，三个设备。那这几个月来，我们跟东区的四个里，还有在地很多的房东啊，这些不断的讨论。首先，在5月29日，我们成立了一个东区商圈发展协会。那目前我们已经外导入这个专业的辅导团队，因为除了我们在收集大数据以外，收集训练意见，我们要一个专业辅导团队来帮助东区赚钱。公共空间如何设计规划，可以让在地的居在整个环境更亲近，这样像在西门町跟第一计划区的南派中央，我们可以进行共建。所以我们要这样看，我们如果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行人友善的空间。那东区商圈的街道巷弄里面有很多有个性的小店。为了了解东区目前的产业聚落水准，我们也盘点了东区商圈很多的产业的这种地带。那我们也会透过大数据的，然后再跟在地的居民共同挖角讨论，我们来找出东区最能够吸引人的特色，在目前就有一个多元风格共存的特质。我们常常在巷弄里面可以看到各种风格迥异的店家出现在同一条街上，那这种混搭就是东区的一个特色。我很希望很多创新的实验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发生，像7月27日办理的台北东区 Plus 问讯东区活动，这是首次我们在东区来做这种大型的风格的活动。那三个策略中，第一个就是强化主题空间。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快闪活动或者论坛的方式，让在地的居民共同参与，想象未来东区的都市面貌，来作为都市发展后期规划的方向。此外，透过这个硬体方面的改善，包括在柳丰公园啊、景豪啦、龙明广场的景观改造，还有大安路一段的这种路灯美化，在8月9日会逐步的开工把它完成。那预计在10月底哦，会全部完工。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风貌。那第二就是摩洛捷运地下街，目前我们台北这个大众捷运系统有个叫 TOB 计划，就是以交通为导向的都市计划，有捷运的地方实际上就有人潮，那人流代表地流。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捷运地下街来办理活动的捷运出入口站以美化的方式，那我们这个地下街成为这个人潮的来源，那借此在推动地面上的观光。那最后就是规划一个人行系统，好的商店区要让民众可以逛，有一个舒服的逛的空间。所以今年14年需要透过这个立体交通改善计划，目前在东区我们已经铺设了交界前人行通道有七个地方，总计已经达到639公尺。我们需要透过立体交通改善计划，更新这个车沟啦、交流停车位等等，让整个地区的环境更加的成为一个真的